是日常中的温暖，双人展中的刘玉琪。那这次的展览就是关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件，那情绪所带给我的启发。那我觉得这些事情，它就像光芒一样，细细闪闪的在生活中。所以我想将光芒这件事情，将它立体化，那再搭配上一些不同的釉药表现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次展出的作品中感受到温暖跟温馨。那欢迎大家来看展。这件作品是月夜温柔，那它是我在练习冥想呼吸的时候。感受光源的来源，就像月亮洒在我的身上，细细闪闪的包裹我的心，然后是一个很温暖的形象。这件作品是等待放晴，那日常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情绪不好的